送你一包乖乖，这里写一个两个宝宝要乖乖。这里有两个胚胎哈，胚胎是这个白点到最里面是 1.33 公分，这个位置是最佳。这里面的外孕在外面不会着床，你把这个子宫腔啊哈，这个是子宫颈，当作台湾的话，这个胚胎的位置就像南投日月潭的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个位置既不会外孕，又着床率最高。那我们这次只是因为你只要求切片三个嘛，只有这个是正常的，那这两个都不正常，就这个是13少一条，这是17多一条，那这剩下没有切的五颗里面有三颗已经符合进度，所以我们因为你的年纪可以放两颗，我们就放。那这里正常跟一个未足食，假如说他也正常就双胞胎，假如他不正常，这样可能就不会着床。那这两个因为你的年纪将来也是放两颗，这两颗已经停顿了，所以我们就冷冻没意义，就这两颗冻成一只。那希望这两个来双胞胎就用不到这两个，所以胚胎至少要个染色体正常在这里。那希望你的宝宝要乖乖回去放在床头。那子宫内膜也是很漂亮，三条线厚度也够，厚度的话是，那这是胚胎的定位就是白点，好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给我。哎，那这里拿走，那这里那白色的，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一次成功，一次要成功。他今天选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啊，默片，就是要让他放轻松的。不过刚好他挑这片没有声音，以前的病人都挑唐伯虎点秋香，我们吵死了。他这个是好像在看卓别林的默片。好，你的两个宝宝，希望他都跟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就是那个第二颗未知数不知道了。哦。对，那你看那两颗染色体不正常的，就外观来看就是漂亮到不行。就是很漂亮啊，可是它就是告诉我们真相，它是不正常的。这个跟这个一样强啊，这是没有壳的，但是它就不正常。如果没有染色体当参考的依据的话，它会被放。如果用缩时摄影去选，它还会被放，因为它分裂速度真的很快，会被打到正常的。但是染色体它才是。所以等于说，假设以譬如说一些目测的标准，目测的甚至用极高可能会被选择，或者是外面有一些试管婴儿，就是我是用人工智能，我是用缩时摄影，那个他也会骗了他们，因为他跑第一名啊，他跑好快哦，可是他事实上他的本质是不正常的，祝你成功，谢谢，好，胚胎的位置是这个白点1.33公分头，那。我们最近在研究国外有那种四 D 超音波，它可以看到子宫好像是蛇一样，像肠胃这样蠕动哦，那真的看得很恐怖。所以我们黄体素，你大概今天晚上出来大概是30到50了哈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打在那个小包包那个，你看，那不要，这个是子宫收缩抑制剂，这个是应该是20-30周早产儿在安胎的哈，就这个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可以在成大的统计会增加2.85倍的活产率。那目前台湾只有我们跟成大也在用，其他的成大也是看 case， 我们是例行性都用，所以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们怀孕率比较高的原因。那黄体素，我跟你打这种黄色的嘛，今天晚上会给你报告，应该我估计大概30到50的。那今天如果超过20.6就 OK 了，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幕后大功臣。因为你如果说再好的胚胎，染色体正常胚胎，子宫收缩就会把它震走。国外有一个研究，就是打蓝色的甲基染，然后有38%会跑到鸭嘴，有38%会跑到输卵管。但是我们这个就，我们已经大概快10年都没有外孕了啊，就是因为这一罐，好，这叫阿托西棒。那将来它有一种口服的叫做拿罗西棒，台湾还没进来，欧洲已经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了。那如果将来有拿罗西棒吃药会更方便。祝你成功。谢谢。我在动的这个是胚胎的外管。好，2.6，我们要进去1.3，你人行走开。外面是2.6，所以我们进去1.2，剩下1.4。好，可以。
慢慢推。好，开始。白色的是胚胎的外管，内管进去 1.2 1.1，所以胚胎会距离子宫顶 1.3 到 1.5 左右，左右要换一下餐谱。左右换一下，推到底固定。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、4秒钟、5秒钟、6秒钟、7秒钟、8秒钟、9秒钟、10秒钟。压紧。追踪黄金管，慢慢拉出来，慢慢，很慢。里面的地方多少？几公分？1.3。好，1.3公分。